冒险，冒险！微光无色，踏破风步云行，该走攻击了。道光，意识永恒。哎呀，也太夸张了。往返自然，克落雷不回。傲影看破，此刻寂灭之时。枪有雷看吗？雷狗是有雷看的吗？雷什么？雷狗是有雷看的吗？不知道哎，应该有吧？你看一下呗，我都没研究过。这雷狗跟割草似的。起风了，古华生命，烟花来喽！都不敢信你拿这剑是给人打的，挺厚的，你别说这是。大狗还行，大狗跟炎龙蜥一样。有大家在身边。小狗跟六炎龙蜥一样。可叹，落叶。长道恢宏，无念，断绝。第二关就是白给。没有机会吧，这一期。哟呼，别想逃跑，羽线难化。灯火一散，我是知道的。我被秒了，我星球。啊？微光无胜，风步云行，听懂没有？这，道光，意识永恒，肃清阻碍。江西，嗯，很失败是吧？傲影看破，我来保护大家。御风而行，云野夜明，此刻寂灭之时。脚下，知识成果，起风了，金鱼来啦！点燃影心，哼哼，呀，哼，吃饱喝饱，一路走好，呵，哇，别想逃开哦，有压力的呀，这边。打油打平，哇，这个车十一杠三打平它不简单的呀。这几点感觉得结束了，得感觉拿永动才行。尖，哇，感觉尖尖都需要永动啊，这里尖也是永动优势层。好难啊，我这句话挺难的，这个十一杠三练都不行的，有点压力大，幸好他不在十二层。烧起来吧，有大家在身边，烧。不知道，再看。无处遁逃，估计不难打。雷光千道，无念断绝。嗯，说好的三剑鬼呢？没有三剑鬼啊。有十二级。哦。往返自然。玲珑风度鱼行。该走攻击。还行吧。微光无色，散。我问你，道光。意识永恒，看着还行。一起来玩吧，起风，雨线难化，才古华生命，糟糕，嗯，好。
狗粮源。走。断。彩雨流红。哇，他这个漂浮灵确实够阴间的，说实话。别想逃开、啊。那不是漂浮灵，说错了，幻象。我去，我都忘了。